老哥是不是？我说的没有错哦。老板，咱想知遐久吼，这回你总算讲对哦。天公龙，朋友啊，我的身冠百病哦。包公子，您形象淡薄得分呢。所以讲，这老医生讲，讲的就是人生。 每礼拜三暗时10点半，报道神很大。Oh my god！